莲原住民联合丰年节迈入第22年，县政府依照往例呢，甄选大会五歌曲，被选中者可以领到奖金3万块钱。30号上午在原住民文物馆举行甄选，由9位专家学者进行评分，让原住民乐舞文化传扬出去。原住民联合丰年节至今已迈入22年，每年总是吸引各地的游客涌入。大会舞的甄选更是展现原住民舞蹈最具魅力的文化特色。原民处处长陈建春表示，大会舞的甄选希望能够透过选出适合所有人学习，并且能够广邀对原住民舞蹈有兴趣的人能够一同推荐创作，让原住民的文化传扬出去。大家都知道港歌指的就是花莲，那一起相聚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也可以把一起理解成英文的 together， 一起啊，或者是我们阿美族的马布隆，大家在一起。那我们写成中文的时候，我们是写成回忆的忆，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两年多来的疫情，不管是联合丰年节，不管是各部落的传统祭典，我们非常多里外的乡亲因为疫情不见得能够回来花莲，但是我们大家对于我们自己的部落、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文化，都有留着美好满满的一个记忆。大会舞是历年来活动当中最佳的展现文化机会，在网络上也有极高的点阅率，不时也会在各县市流行表演节目当中看见，能够呈现原住民的歌谣、肢体舞蹈以及文化记忆的精髓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